为了防止大家发生这样的情况，我把表哥的车借过来刮坏，只为给大家抽个教学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五。像我们新手在那种巷子拐弯、窄路拐弯或者出车祸的时候，很容易就刮上去了。因为新手在拐弯的时候只会看前面和左边，右边前后蒙，蒙不好就会掉下路坎，或者把车边刮坏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我们要等这个车辆的后视镜通过障碍物再打方向，通过后视镜来判断车辆与障碍物的一个精准距离。那么万一刮上去了，该怎么防止更严重的二次伤害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需要把方向往左前方打码，往前开一点就能够轻松化解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我马上给大家去实践一下。在这里，大家肯定都很好奇，我为什么不刮方向往右前方打码？我做到了。为了体现大家的过量，给大家示范一下。你看现在是不是越积越深？我再把方向往左前方打码。你看现在是不是轻轻松松就化解了？大家学会了吗？我是小五，每期都会给大家分享实用的驾驶技巧和安全知识。